啊，没事吧？你较劲啥？别较劲。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哎，我说的话有用吧？是，网盘啊，我就感觉这一下下来以后，你看下来了吗？这个二斤还够。有我爱心支持才行。对，有种啊，有种啊，好吧，欢迎回来在这。今天我考试就得零分就完了。但是我必须得写出来啊，快乐了。啊，好吧，哎呦，东西很多了。啊，因为那个鸡蛋呢，有的时候它一下它就能上了。对，但是这是没办法，你要不摸它一下，估计它也够呛。